界，充实每一天。福建电台让你生活更新鲜，任你遨游在两岸之间，那是福建电台 ，Everything's alright。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收听频率北台湾 AM 558、594、909、1089千赫，中台湾 FM 107.8兆赫 ，AM 594、1089千赫，南台湾 AM 594、846千赫。复兴之音，深得民心。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够了，我爱你，不必认同，不必认同。今天在多听一点下半阶段，主持人要为你介绍的是张新杰个人的首张专辑。只是个平凡的人，
是听到的歌曲叫做《爱了就沉沦》，这是八大韩剧《妈妈发怒了》片尾曲哦。那么其实张新杰应该是比赛出身的歌手啊，我在想，因为主从不看电视的关系，只有拿到唱片，所以我只能针对我所看到的这个包装或是音乐或是它上面的文字去做臆测。那么我个人觉得张新杰的声音蛮好的，就是有一种粗犷的一种感受。那么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似乎他的音乐路走的也是蛮艰辛的这样子。那么这张专辑呢，请了非常多的算是一线的这种制作人来帮他打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听看他这张专辑里头的内容。
张新杰在14岁的时候唱过《彩虹》的瞬间出现就乍然消失，却在心头留下难以磨灭的纠结，九年的等待与追寻，一次次的出发，一次次的继续奔跑，一次次的几乎就要为爱沉沦的心情，坚持让他终于再次站上自己的位置上。打开心结，你就会看见一个全新的张新杰。掉进这场戏，让自己站在原地，不看不笑，不要证明爱情，我只能够远远看着你的脸，让寂寞不断敲打我心扉，快要崩溃。你总是可以在我脑海之中来去自由，你总是可以在我胸口脉搏狂妄折磨，你总是可以在我转身放手这场戏，让自己站在原地，不看不笑，不要证明爱情，我只能够远远看着你的脸，让寂寞不断敲打我心扉，快要崩溃。你总是可以在我脑海之中来去自由，你总是可以在我胸口脉搏狂妄折磨，你总是可以在我转身放手还想拉住我，我懂在我冷漠背后呼喊。
最爱不是我。其实我蛮喜欢张新杰唱歌的一个口吻，就是他在咬字的时候那个动态的感觉蛮吸引人的哦。那么也算是一种语法啦，在处理唱歌的时候的一种技巧。那么我觉得这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磨练的，也需要成长你才会有这个怎么讲技法。 OK， 后面我们听的歌曲叫《出发》。在属于自己幸福的路上。
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心杰的这种声音哦，只要给他的歌是非常好听的或是流行通俗的，我觉得就很容易把它做起来这样子。那么这张专辑其实在制作物的水准上面，我觉得还蛮认真的，算是有偷点成本在做这样子。 OK， 后面这首歌曲叫嘲笑。笑话冷到了北京，他的笑那么用力，怎么会觉得好惭愧？看回忆在对我嘲笑。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歌曲叫做《分手那一个晚上》。
在车上，远远仰望房间微微的光，多少个夜晚看着你的窗，我一个人就这样到天亮。明知道感情不能够勉强，你不肯对我说谎，我更受伤。你说分手那一个晚上，其实我个人觉得张新杰的声音辨识度在市场上是蛮清楚的，那么在收歌或是曲子的内容物上面，是不是应该给他更高的一个层次，或是更广的一个挑战可能性，也许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回响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那么好像不能不提到他的这首歌曲，叫做《彩虹2003》。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梦，请看着我，请拥抱我，体温别流走，
话想说，好多事要做，请天空给我，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停留。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爱不能不宽容，好多话想说，好多事要做，请天空给我，请时间给我，再多一点停留。身为一道彩虹，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人懂。下一次下雨，你能看见的那道彩虹，不再可能是我。新广播电台多听一点，我是主持人梁祖崇，我们明天。